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供应链及人才资源，并且区位优势非常明显。同时，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服务。综合这些，我们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布局。近些年来，中国市场的技术日新月异，不断追赶。接下来，中国 5G、半导体等市场十分被看好。 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持续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，在创新应用领域竞争能力持续增强，为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，进一步吸引了全球创新企业集聚。